可能大家，我想今大家在主要拢咧看电视，看这个王金平、马英九咧，拢坐咧看，所以吼，拢是坐咧看电视啊。但是事实吼，因咧代志不稳吼，嘛是搁一批新的出来，台湾也袂安怎。台湾真正啊，就是今仔日咧讲的，可能啊出代志都无明天啊，下一代都没有啦。哦，所以王金平跟马英九的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了啊、哦，他们会总是会有一个结果出来。台湾还是在也是一样的哈、哦。啊，今仔日真难得，台湾这帮小咖呢，就是两个年轻人结合这边。二十五万人，迄个国民运动，迄个李文听着我笑话，吴医师，即个梁医师，用伊当地的时间，转台湾休业，无趁钱哦，319个乡镇在行来跑，所以讲台湾有希望无？足侪人支持，但是我感觉有希望。这两个少年人，1979年出世的，哦，1979，迄阵阿哥已经离开台湾了，还没出世，还没出来。我说真正，看到台湾这少年人有这心，安就真放心，哦，安就是大家支持，来咱出钱出钱，咱出来出来。哦，啊，即嘛，即个今仔日的协办单位，我先念一个吼，啊。好，赞助不是协办啊，这是会馆主办啊。会馆唔爱你主办，你也知道，我希望做当属长第一个主办，因为会馆无你主办活动诶，都是大代志，大事大会叫主办的主办，伊两单我主办这个尔，所以讲这个重要，有重要吼。但是这个赞助单位就是讲有啦，我 expense 大概到些吼。我刚刚进，刚刚你了解一下，对这赞助单位感谢的哦。的画法啊，台湾的公共事会的 Orange County， 啊个画法 Los Angeles， 啊个台湾的长辈会台美工作室的是 Frank 先生的工作室，啊个台美公民协会 Orange County， 啊台美公民协会洛杉矶分会，啊，网站台湾 Justice 台湾公益网 ID 看哦，内底足精彩哦，哦，啊，北美洲台湾的医师协会啊，潘先生，大家医生拢去探亲，台湾一个人，潘先生啊，啊，护理会啊，台湾护理会来叫做分会啊，台湾啊，这个大化同乡会啊，美西党部台湾的狮子会，啊，个洛杉矶台美商会，啊，个圣东同乡会，一家把你说到下，啊，即嘛。请您董事长来欢迎今天的演讲者啊，王明宏董事长。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平安吼。啊，真多谢你这热的天气吼，大家今仔要来关心台湾这核四问题。啊，这核四问题吼，现在最重要吼。前伫迄个北加州迄个黄美心给我打电话，台湾农民会发个就讲，给咱来办一个台湾囡仔吼，担心咧，火铁车嘛会智慧变来核四的缓和还是永和的研讨会，我感觉我。这种人吼，我就足欢喜，我好好个人来办，所以会馆当时会，我真提出来讲，办一个，即个定来爱来办吼，因为伫台湾国内已经啊，成了分类会合事吼。啊，即摆就是讲有，咱的迄个身体嘛，台湾会馆嘛，讲要办啊，所以头日意思讲，我台湾会馆来主办即个，即个活动吼，台湾会馆是真济活动啊，台湾小姐啊，传统组啊，那是。这种社团性的活动吼，台湾会馆大部分拢提供场地吼，咱社团来办。那特别上重要，爱主办的是台湾会馆提起来办，然后拜托大家社团来到场吼，这就是台湾会馆的立场，就是爱做这项工作。像应该咱为了啊侨委会概念这个问题，台湾会馆就是故意站出来，做这个主办这个记者会吼，
台湾的宗旨，要怀乡服务和谐，这是台湾的关键宗旨。啊，今仔日咱就是对台湾故乡有足关怀，所以这怀乡就是合适。咱要爱一个回合家园，这个合适的重要性，搁有这杨师范医师谦要来做一个演讲。伊伫台湾已经做一百几场演讲，我伫今仔日食饭才知影，哦，即我伫 YouTube 电话过，足好讲话，而且吼足好讲台湾的意义。十几分悲伤的面，安那讲吼，所以咱慢慢吼，吼杨医师来讲即个对台湾有真有迄个亲和力的意义，也是啥物话，咱吼杨医师来讲做一个分享吼。好啊，代表台湾会馆来欢迎即个杨医师，今仔日会当亲临台湾会馆来做即个合适的讨论会吼，咱啊留下一个台湾会馆，来个两个谢谢。在今天的时间的分配啊，真的大家比较先准备，本来准备两个半小时啊，我们两个半可能有点比较长啊，还是跟大家互动这个较重要。当然，这个医术要讲两年，两只讲拢会当讲，所以我是讲我拜托阿伟九十分钟，吼，你做演讲，啊，剩三十分钟，和大家啊互动一下，哦，阿亮问题当然问，啊，最后以这个专业准备一个机啊，换一个机啊。我想大家咱来请下，吼、哦，啊来鼓励一下，好啊，即摆用一个掌声来欢迎杨医师，哇，啊，伊等下有哪讲一个见面句是啥物意思？我想伊拢会讲个，但是做者对真好奇吼、哦，我想哪希望伊即摆介绍一下你一个，谢谢。各位乡亲，平安，大家好。咱看这张图吼，我就要开始讲咱台语的俗语吼。大家看我坐飞机坐到美国来，但你即个我是未讲无聊啊，无聊啦吼。咱讲你台湾进步啊，无高。咱要演讲吼，你为台湾走到美国啦，同好你对台湾上好演讲的人，你也有认识啦。无你要甲人讲啥？较早吼，三十年来上好演讲是啥物人？李鸿明教授。啊！伊拢安怎讲，你知无？伊讲国民党吞东吞西，有满食到脏水，无满食到进退，两脚食到后腿，四脚食到倒位。伊讲咱实在真好，但是哦，我录音带二十年前买吼，甲即马啊拢无变嘞，拢无变成交。所以我阁看另外一个谢志伟，谢志伟吼，伊讲洪建甲李鸿明教授阁无共款，伊讲讲啥？伊讲 ：“Go go go， 台湾是宝岛，乡亲父老大家好，大家真欢乐，何事强要爆炸强要倒？”我要讲啥？这是一个狄更斯讲，这是一个上升的时代，也是一个下降的时代；这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也是一个万马奔腾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人读诗的时代。也是一个诗意盎然的时代，所以一开始吼，我读这个李明亮诗人的《爹娘》一句诗吼，我如果你问起，如果你问起多数台湾的老爸，我会跟你讲，天是多数台湾的老爸；如果你问起多台湾的阿母，我会跟你讲，哈是多数台湾的阿母。我伫台湾已经讲117场啊吼，美国今仔是第118场，即无甲加伊吼。这是我来美国前吼，伫新竹人本基金会伫竹北甲我办的演讲场，迄场吼我嘛是甲参去，迄场我九成拢客人，啊其实我的念是我客话，结果你吼遐乡亲仔讲，安内无讲是我客话，照顾阮的感情。这场吼是拢是就是这个台北吼，就是徐汇中学附近一间，或者这个这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啊吼，这是台北人本基金会吼，我来美国前最后一场在台湾的演
天，组织台北一个律师公会，现场去总共才两百个人。啊，本来吼，迄个导演柯以正答应我一定要到，结果伊手机啊碰无，要来我补，到月底搁去补听。我拢安尼讲啦，鲁迅吼讲过一句话：浪费别人的时间叫做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叫做慢性自杀。我有这个标准吼来要求家己的投影片的内容。有人会晓读，这安怎读无？帕达尔，你哪能这么厉害？我给你签到吼，胖达尔这个新闻书名，那十间给你，你会安怎看这个书名？懂？再给你签到。看这个书名啊，就感觉讲，你调拨那个民政问题，诶，一个啊，历史事件啊。胖达尔是安尼啦吼，大家甲董事长鼓励一下，我甲我开机，都有其他小礼物嘛。当然是安尼啦吼，他是短期内爆红，结果吼，结果发觉讲伊内底迄个原料上真干的芳料，啊，这个事件吼，我看到上无欢喜的是啥？上浪费的不是胖达尔，不是小 S， 不是因公公的问题呢，是台湾人的问题。假如我讲台湾人的问题，这三年来吼，台湾的制造面包的机器就无效了，家家户户大家拢要起看要做工，但是胖大人事件是安怎去用踢爆的？有人知影互相下手？大家拢知影，请到。感谢你已经讲到啊，来我来感谢。是一个香港的音乐家吼，伊走来台湾想讲，哇，恁庞大人欠哪呢？我买一台来播看卖。伊播了了想讲，夭寿哦，就是世界都一种的蔓越莓，哪会遐尼胖？啊，伊伫香港家己有做胖啊，伊就做看卖。伊用新鲜的蔓越莓家己做哦，啊播了尔就无遐胖嘞。伊搁买天然的蔓越莓香料落去掺哦，嘛无通啊冻外久，所以伊怀疑，伊就讲。在台湾的胖达人可能用人工的芳料，果不其然就这样被提爆。啊，请问台湾这家家户户买做面包机器的人，因是用去做啥？敢那做吐司尔？拢无一寡思考的精神吗？台湾人的健康爱靠香港的一个音乐家，一个布洛克。你看咱的人有厉害无？有袂晓思考无？英哥救火。是你讲什么故事？喜马拉雅山有一片森林，森林吼、哦、孕育很多鸟类，这个百禽万兽。有一只鹦鹉吼，就是为这个森林大汉的。有一间森林发生大火，足侪只拢飞走去，故人不明啊。可是这只鹦鹉吼，它飞到一个湖边，用它的翅膀沾水。在飞回森林大火的地方，甩他的翅膀，害水力出来，试着把大火扑灭。这只鹦鹉反复做了是这样的动作，结果感动了山神，山神下了场雨。可是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山神？跟我说这个故事的叫做林英雄，伊甲我讲吼。咱无去把这个希望寄望在什么山神？如果当时有1000只鹦哥、10000只鹦哥愿意做一样的事情，这个大火一样会被扑灭，不需要山神。第二种公民意识，启蒙老师，今麦在台湾哦，各行各业拢就艰苦啊。你莫就是医生较快活，无啦，医疗崩坏，就阮来帮落。啊，农村出代志，卡袂着，庙里足侪人拢去用卡残卡厝。工人呢，内面买一个秋刀啊吼，卧轨工的退休金都不保。上个呢，台大经济系主任要甲马英九辩论，讲福茂好啊歹，马英九唔敢甲伊辩论。一开始我伫演讲吼，其实我的内容干呐60张的投影片，彼此阁无连贯。我其实三五到底要安怎讲？透过每一场的 Q&A， 我逐渐修正。
然后串联出他的因果关系。大多数的人都活在烂泥沟渠里面，只有少数的人愿意仰望星空。这句话上讲嘛，敢有人知影？听下去，有人甲我讲吉米啊，吼，因为这个插画的风格就像吉米，啊，吉米无法搞，这是王尔德讲的。这张较歹势啦，这张我从台湾就有用，这张因为较早无经验吼，你三点半落酒吼，无放这张，结果有半点钟去红手之间啦，讲到准食力嘞。但是各位你若要打卡，我是足欢迎的。最好甲你今仔听到的心得哦，拍做一句话也好，一段话也好，从你身边这个最核心的六个朋友开始冥想起。我到了香港理工大学去演讲，做了两场演讲。各位，你可以想看看，在这个教室，我演讲耍哦 ，Q&A 内嘛结束啊哦，包括我再来，包括观众工作人员，我们结束了演讲，没有人关灯，没有人关冷气，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请举手。礼物有两份。确实家常，因为听的死骨的，我嘛搁甲伊念啊，半暝袂困，半起倒，新闻一半侪啊，搁迄拢甲念啊。没有人关灯，没有人关冷气。拢甲家庭嘛，家家打起啊，打到我哪号拢无声。但是阮拢离开啊，吼，无人关电话，无人关冷气。公家的店，有人认为说啊，伊是死别人的命啦吼，点点别人的火，唔是啊，我无法做成啊。请讲。没有，已经晚上十点了，大家都打烊了。太阳能，太阳能嘛，袂使咧偷坐啊吼。我甲伊讲袂使，我要困啊，我无力啊，哦，加加打起啊。哎，大家答案，大家设计的拢差不多是安尼，唔是要甲各位创意啊吼，这就是一个 thinking process， 行到无步啊嘛吼，你看我要讲啥？因为你今教学是 sensor， 咱人离开，这冷气家己关的，电话家己关的，我全台湾走一百场，无甲一个教学是这种设备的，咱对人就袂对了。Search inside yourself， 我们较少年人吼，多跟咱国中生的妹妹。他可以告诉我们 search inside your 是什么意思吗？这我在台湾那边被问台湾先生哦，因为你知道吗？台湾有的小学生可以精确的翻译这句话的中文，可是有的学生翻不出来，为什么呢？台湾升大学，大学生的没，大学太好考了，有的大学生程度比小学生还差，这叫 search inside yourself， 寻找你内心的关键字。请问各位，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找到你内心的关键字？如果找不到自己内心的关键字，都是某一做的总统，你妈就想爱困嘞。一九九八年困难呢，你空空背你都困难呢。各位，你知道一个11%的总统，平均100个听众也有11个支持者，所以我也被 challenge 过，然后压去我公杨医师，你这个是1998年跟2008年的，你有没有今年他睡觉的照片？如果有你拿出来，我才服气。哎，当然有啊，怎么会没有？还被中国大陆的电视照出来啊，脸丢到中国大陆去。所以他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内心关键字。可是最近大家看到好几张他精神抖擞的照片，他的内心关键字叫做斗争。那台湾的媒体就恐怖，就无水准的媒体，所以没有媒体那么好心帮我们探讨台湾的核电议题。我自己就用 Prezi 的架构哦，用一个俯瞰世界的角度来探讨核电议题。环岛演讲，目前到今年12月底排了150场，今天是118。我到花莲东华大学去演讲 ，OK， 比今天都较顶哦，无空位，无空位呢哦。我一开始很兴奋，我跟他们教授说：“告诉你，我唔知我。”你东部的人气也这么旺哦，座无虚席。教授把他大台讲过来，我给你点名啊。通常面对20岁的大学生哦，
你知道一般他喜欢滑手机哦，不是那么听你演讲，你的切入点要切对。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你刚才台湾老医生平均76岁的老医生交过5个女朋友，包括3个其他料，娶第4个做某，甲第5个偷来暗去。那台湾我讲要结婚，就是去找第5个。可是各位知道东华大学化学系的男生平均交过几个女朋友吗？我侪啦，东华国立的啦吼，嘿，读高中时阵应该戴眼镜啦，0到1个。所以我跟他们说，如果明天发生核灾，台湾76岁的老弟上有没有遗憾？没有，没有啦，其他都火力高鬼，都松了啊。情人节假会不一般套餐啊，情歌秀贵加千倍啊。可是对你们这些人来说，你们是相被剥夺的一代。核电这个议题，公民投票的议题，对你们来说就是一场世代战争。This is a generation war。因听了大家足气的，我较早拢无人甲因讲，因听了大家骨头无定掉啊。Tomorrow I will fight for girlfriend。我甲因讲，你赢你啊！你不是 fight for girlfriend， 你是 fight for girlfriends。我刚刚在议吼，我伫台中演讲，下晡我变到倒呢。高雄凤山茉莉居咖啡馆，暗时啊，我拼到屏东潮州，像黄山这是潮州镇的镇长洪明江先生，伊甲我打电话邀请我去讲，我拼三场啊，未使休困，还要赶396公里的路，因为隔天早上马街医院儿科部破例请我去晨会演讲，我说全台湾儿科医师看了都要敬礼的黄富源教授，从头听到尾。还 feedback 我10几分钟，跟我比一笑脸，跟我用。我就刚才我受邀到台南去演讲，西区福伦社、阿南福伦社，60个档的，各位知遐档的钱，就是赚有钱哦，都咧八宝天就挂天咧看你。就讲你一个，那明天你是要讲讲啥物？我唔捌的，无啥物想法。我干那有10秒钟，要赢得他们的信任，我就这么请教他们。哦，档的档的。先告你，先告你哦。台南古早，叫做什么地方名？虎城。这摆来算你丢了哦。台南古早是虎城，我都在念落哦。七十分身盘过镜，安平石桥五旁影，六里门港算我名。妈祖庙锣鼓声，五条港准打听。台江水照人影，赤坎楼上出名。我爱台南叫虎城，今天我伫虎城演讲，拼输赢。当你赢得他们的信任感，这个演讲就很好。我若叫我妈，你再笑两回，小回复就叫这波拢感动。你们都没有在看国际新闻吗？你敢看这个囡仔几岁？有人在用看麦啊？有人要四十？无无遐侪岁啦吼。30号，嘛无到30号呢。20岁哦。嘛无到25呢。上面人要站啊，甲你抱下个水一下，我才有听到。这个囡仔是香港人，这个囡仔是香港人，叫做黄之锋。因为吼，去年吼，香港特区政府吼，梁振英伊设一个国民教育科。要教香港囡仔讲什么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请问各位，香港地铁上会小便的是香港人吗？不是。嗯呀，那我还中国人呢、啊。香港地铁上会吃饼干掉屑屑的是香港人吗？中国人。哦，哎呀，又是中国人。你看他们自由行吼，专一个人伫香港的地铁放屎放尿，吃饼干掉屑屑。给我想要外华家外华吧，所以黄之锋这旁边呐吼，以他为首，做出版做组织上街头跟政府抗议说，我们不需要上你这个国民教育课。今天的联盟我都学民思潮，他直接跟官员辩论，在议会，在摄影棚，在录音间，在街头巷尾，直接在那边，边干这官员拢丢去。有跟香港特首梁振英撤一下国民教育科，
这是十六岁的革命，请问台湾十六岁的少年啊，你从哪？黄之锋哦，他跟王丹算是忘年之交啦哦。那有一个机缘，我的学弟跟王丹的特助是好朋友。伊问我讲，学长你要到王丹家帮我，我会使一块到，啊我要请，因为你台湾嘛哦。所以有了这一场哦，我说一个台湾派跟一个中国民运人士在大统一牛排馆谈论着台湾未来的可能性，充满着反差。各位，这是在没落的中区，旁边的店都是没有开的。所以这边吃牛排算是蛮奢侈的享受了哦。当天并没有第二桌的客人，可是王丹回到台北以后，都怎么跟他的朋友说？从台中的杨医师不简单，为了请我吃饭，居然包厅。我从来不去澄清这个美丽的误会。下面这个人掉到坑洞里面去，上面这个人对他伸出一只手，先告诉我，上面这个人有没有要帮助他？我拿对钱，我还很暖，所以我把这张图比喻成什么？下面这个是谁？就是你跟我们一个缴电给电费给台电，缴税金给台湾政府的人。上面这个人是政府，是台电，是原能会，是清大核工系毕业的人。他们有资金、有技术、有能力，敢按 Q 税金、Q 电金，为什么不去探讨核电以外的选项？心思无定，后一句够为你的接啥？有人要试看卖无？我想问问 Eric， 心思无定，台湾阿妈拢会抽签算命。白酒杂味西洋风，万物枯残足英雄。换阮无去万珠龙，百世奇行多心流。如果我们看过1986年车诺比核灾的影片跟照片，你会发现这个签诗无甲几字，是甲你夸张啊。日本现在是不是无间地狱？我们看几个关键的数字。第一个，我说衡量一个灾难，绝对不是看死了几个人。台湾的政府跟台电喜欢跟你说：“啊，我福岛是死鬼啦。”核电这种灾难，我们有一个指标很有意思，叫做多少人无家可归，这个不告其账啊。日本福岛核灾发生一周年，34万人回不了家。再过一年，47万人回不了家。前面一则是苹果日报的新闻，这一则是联合报的新闻。今年的3月11号而已呢，福岛核灾满2周年，快要50万人回不了家。请问，如果发生在台湾，核一核二的密度，人口密度比福岛高10倍左右，等于是500万人回不了家。请问各位，500万人，身为政府，你要把人放到哪里？卫生、食物、医疗、饮水要怎么安排？有没有备案？当然都没有。福岛核电厂除役要等40年以上的时间，要花3000亿的美金，这多少呢？乘以30单位是台币，30个1000亿等于10个3000亿，等于10个台湾的核市场，废掉一个厂还要花的钱，等于建厂的2倍到10倍的钱，而核废料又是另外一条钱，这些费用台电都没有算在核电发电的成本内，这是陈墨欣教授告诉我们的事。有人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吗？两个都知道请牙酒离物能婚的吼，讲到一个马上到了，安尼好不好？后藤新平，右边啊，正面是后藤新平，右边，右边是后藤新平。哎呦，先拜你点知嘛，嘛是爱跟你鼓励吼，这台湾仔，今天这艺术家走的吼，多谢。各位，左边是第四任日本管台湾的总督，叫做儿语元太郎。日本前任管台湾的总督哦，管得非常辛苦，一杀破台湾两个构想。为什么？因为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台湾哦，伊就好杂，江砖名、兵客名。那原住民族根据日本人的调查，50几族了。所以哦，他重用后藤新平。后藤有医学的背景，后藤告诉他说，日本人就像眼睛分开在两边的鲨鱼。台湾人就像眼睛在同一边的比目鱼，生物要根据它的特性去统治它，这是有名的生物学的理论。在日本人眼中，台湾人有什么特性？拍打好片，惊死爱情爱民主，搁跟做官。
被那掌握六大缺点的人家就进行非常有效的统治。可是日本人自己呢，胆小懦弱从众，他们的年轻一辈被说是被阉割的一代。有没有知道这个人是谁？知道请举手。查理吉冈，这是幕后有你敢知？这是村上春树，甲一个港星的侧面就修下来，然后跳钢琴进去。村上春树去领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时候讲一句话：当有一面坚固的城墙跟一颗即将与之对撞的鸡蛋，我永远站在鸡蛋的那一方。我让这两集上面那么这样讲下去，大家健身。哇，神拜！我第一站在玻璃哦，我这一点点，哇塞！哦，神拜切断了，神拜原来是这个小儿科医师林恒哲医师，又是作家。我伫台湾拢读伊的册。这条是足歹用的。有一届我去一个大学哦，有一个大学生野手，我欢喜一个。我讲你敢有影知影伊是啥物人的无？伊讲无啦，我要问你。伊这样跳下去，那我给雷射。真正跳下去，要甲吊的吼。人伊也是麦克风嘞，哦，那无就最忙，我还有一个听懂。大江健身堂在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出台企业新尊，号召170,000人在东京代代木公园站出来，要求日本政府要给一个说法，要求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不能再胡作非为。有没有人知道日本现在有几座核电厂在运转？知道请举手。没有半座在运转，台湾的媒体都随便讲一讲。我在演讲一开始的时候，台湾媒体就说：“啊，我们不能哦放弃核电，因为哦日本又重启核电厂了。一经忘记的料袋只有大阪核电厂的两个机组，可是这两个机组在这一个月内也停止运转。”目前日本是零核电的状态，这是东京代代木公园的现场哦，170,000人。这个是我刚刚讲的大阪核电厂全面停止运转。其他的国家呢？在联合国网站上，我们看到193个国家，很不幸台湾还没有在内啦哦。如果台湾算进去，总共194个国家。请问各位，194个国家里面有几个国家使用核电？我来经过一遍啊，你还旁听一下。30的就厉害，还剩你丢了啊！32个国家使用核电哦。